友情的出钱，友情的有力的出力啊！伟廉今天呢，不只是一个人来到这舞台上，还连同有我们来自海外的一位创作才子萧煌奇一起回到这舞台，欢迎他！来，萧煌奇，你好，第一次见面，哎，又看到你了。对他们两个不常见面啊。你们俩对彼此的印象是怎么样的？每一次都是第一次。伟廉对啊煌奇的印象是怎么样？我知道他是就是。会打架啊？不，会柔道。会柔道，对，所以我还是不敢得罪他。好啊，那我们来问一下，那个煌奇老师，你对我们陈伟廉的印象是什么呀？对，其实呢，我这一辈子呢就不想要看见他了。你就是因为我而忙吗？哦，对，我是开车来这里，他是帮我当导航的。哎，哦，你就是那个 GPS 嘛？对，我是 GPS。Yes。对，其实你看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伟廉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萧煌奇大哥呢，两个人虽然他们这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他们还是很乐观的面对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在同济医院呢看诊的病人，也可以像他们带这种乐观的心情来对待我们的每一天嘛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。是，大家要加油。是的，那么我们也知道说，两位他们都是音乐界的英雄啊，音乐的英。那今天难得我们的这个萧煌奇，他也是第一次在我们的筹款节目出现，好兴奋，来到新加坡，好棒哦，真的。对，大家一定要努力的，就是为这次同济医院，然后一起来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真的。对，打电话，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也希望用你们的歌声来打动他们，好吧？是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陈伟廉、萧煌奇带来动听的歌曲。有一种沉默叫做忘记，有一种黑夜叫做封闭。说世界多么美丽，人们却常常只看见自己。有一种朋友不曾相遇，有一种感动互相激励，我们为梦想各自努力，这样的陌生却是如此熟悉。最美的沉默叫做默契，最黑的黑夜总会过去，用几个音符就能让自己得到知己，这样的缘分是心有灵犀。真的感动不必言语，用一首歌曲就让陌生变成魔力，这样的缘分是心有灵犀。绽放的笑容不会忘记，开放的心里无法封闭，我们把梦想化作旋律，这样的歌曲里面有我有你，这样的歌曲里面有我有你。牵住你的手，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万
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你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想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心开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淋了四季的变幻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